我刚开始学陶的工作室是在田的中间，从窗户望出去外面就会看到农夫在种田。OK， 那刚好捏陶的时候手会沾到泥土，对，就觉得跟农夫在插秧的时候手侵入在泥土的那个印记是一样的，对，感受，嗯嗯嗯，就取自于农夫的手脚。哦，下课木片盒这部分不是我们独创的。但是我们拿来做什么事情？做什么？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一组灯具，做灯罩。对，做灯罩，因为太棒了。如果您去一家灯具店，你说老板，我想要买一个全实木的灯罩，哎呦，那是要拿一颗大木头，削掉很多料以后才得出的一个东西。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哎，那其实它用来做灯罩非常的好，而且味道非常的足够。